生病要有本钱，医师也心疼的烧钱病。乳癌细胶带的那个钱10几到20几，经济没有办法负荷，乳癌之后就变成长期忧郁。肝癌和肝炎的这个标靶治疗，一年差不多要170万。C 型肝炎一个疗程250万，所以一定要口袋够深啊才有办法。先天性肺部的血管出了问题，比较严重的状况，一个月可能要花接近10万，其实就是卖房子在自己。这个就是有钱人才能得的病的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